會在20是啊，陳淑莊議員都見到啦，好多建制派同事或者民主派同事都喺度。我唔知道主席可唔可以酌情處理，可以將呢一個會議延續，例如係15分鐘咁。當然我明白個人有一啲需要嘅，咁但係喺你處理得。陳淑莊議員，我都明白你嘅關注，我亦都係同你溝通嗰陣時咧講咗咧，我哋係有一個時限，因為好不幸。是沒有人可以接替我的位置，生理上是有需要的，所以沒有辦法了。是。主席，既然有這麼多議員等著，你可不可以問一問政務司司長和他的團隊，你願不願意留多幾個小時回答那些問題？你不如問一問他先。我做這個決定的時候，我在封信已經講清楚給各位聽，為了一個抗疫的風險呢，我只係會開3小時嘅啫。我現在宣布休會。林卓廷議員，喂，主席，你3小時同埋開6小時都係我哋呢批人嚟嘅啫，都係嗰批同事嚟嘅啫。你話嗰風險係咪高咗咁多？如果你有生理需要咧，係咪應該整個 lunch break？ 都係寫咗信解釋俾各位，我嘅裁決係不容辯論。我現在宣布休會，本會2020年2月26日星期三上沙市續會。